这是唐门暗器，先结合的突破点。刚分完就闹出这么大动静。我的教学方法就是这样，就这么教。是唐门暗器突破刺，重获新生的契机。是唐门暗器突破刺，重获新生的契机。玉浩，我看振兴唐门的重任恐怕就要落在你身上了。